你会喺度嘅 ？It's good. Yeah. 中国人，你都系讲翻中文啦，好冇？为咗配合跟住瞬间 Racing World 嘅主题，系大会叫我讲英文。但系啲嘢咁复杂，你讲得到咩 ？Well.嚟紧星期六晚，马会会喺以下时段粤阳转播杜拜美丹马场举行嘅杜拜世界杯赛日，其中五场赛事，马迷都得参与噶。当中最瞩目嘅系2000米国际一级赛杜拜世界杯，参战马全部都系顶级良驹嚟噶，好似有应届国泰航空香港杯盟主万千景象，仲有上将赢同情嘅红色梦想，另外国级嘅布勤先生都有机会问鼎宝座噶。黎先知啊，我知道咧，将会有三匹港队马咧出战杜拜嘅，你可唔可以帮我预测一下骑练嘅成绩啊？我可以好认真咁答你，骑练最怕俾人问三个问题。第一，比赛成绩呢啲唔到由骑练控制。第二，自己做得好唔好，马唔系怕俾自己睇嘅。第三，比赛趣事，赛马系认真事嚟嘅，点会有趣事呢？不如咁啦，同你讲下马坛呢日发生过啲咩事好过啦。喺2000年嘅3月26号，简炳慈嘅实业家赢出三冠大赛次关香港金杯，呢次都系练马师简炳慈赢嘅第101个奖杯。呢、這个咁重要嘅时刻，绝对值得回味啦。块面要做马屎，对手都要噶。今集我 Stephanie 一于教大家点样护理双手啦，将原味乳酪加少少蜜糖。敷上双手再包上保鲜纸，15分钟之后洗干净就得噶啦。双手白滑，手气都零舍好噶。嚟紧星期日沙田有日赛，我亲手揀嘅深水骑练，话唔定都有机会突围啊！方家柏嘅福盛满载，今季已经赢咗3场，今次配苏迪红，有磅减，有力捧杯噶。赛事分析攞张睇下，唔攞都睇下。喂。我企到咁高好专业嘅，你好唔专业啊？系咪钱太少啊？所以冇乜你嗌啊？星期日沙田日赛形势呢个议题好严肃噶，点解咁求其讲啊？唔系点啊？各位记得睇星期六晚11:50嘅《稳操胜券》，有沙田日赛形势分析。天王即系天王。